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是防晒霜怎么用才正确。防晒霜上一般有两个数值，一 PA 值，可防长波紫外线防晒霜；第二 SPF 值，防晒伤。如 SPF30， 理论上可防晒时间为 4.5 小时。那么使用方法是，在我们外出前30分钟左右进行涂抹，在我们外出后2到4小时之后进行重复涂抹。如果我们在游泳时，建议使用防水类的防晒霜最佳。以上就是防晒霜正确的使用方法。